水晶瓶也可以，其实。韩剧我就不跟他拼了，我就等六把他杀了就完事了。我们家三个水晶瓶，三个水晶瓶。你看一旦有些人啊，你看我这边来个主播啥的，完了你要被同事打爆了，然后又去人家那直播间，完了你要被同事打爆了，你就来回说，你不累吗？你累不累呀？啊？两头脑，你累不累呀？学个 Q 吧，二弟。我们前期主要就是注重补刀啊，这也太短了，这抠兵都抠不着。没用，逃不了，可以。兵线不错，这发条来的可以啊。
哎呀，这线儿真是都能卡得住，确实是有点厉害啊。其实他拿点也行。我估摸着啊，他不一定能出来了，他得等兵线过来，他才能出来。他现在要是出来，他就是找死。还笑，还笑啊！他还得死一次，没事儿。他这个英雄推线慢，然后没有逃生技能，现在他又没有护臂，然后他现在还没有闪现，他肯定得还得死。这种英雄没有逃生技能，想把他打死还是很容易的。一会儿等他护臂出来了，我都黑切了，我更能打得动他。再把下路被针对了，狮子狗多去帮帮下吧。这其实差不多了。23秒到了。저기학살중입니다
这波往下走，帮队友拿条龙。 杀蓝博，600块，继续追来，拿小龙，全死了这波，死了多少个人？ 这800来血你不帮我，也行吧。3150，这么的血咱不出了，不行，不能不出血，这把血还是很重要的。 上路的塔皮也掉了1层，也没有掉很多层，可以接受。才掉了1层而已。只是这波我不好杀他了，他应该是有闪。这里可能有雷啊。 而且艾克不知道在哪儿，这位置可能都会有雷，我就不踩了。哎，可以啊，队友这波打赢了。 然后这波把他上塔拔了，应该能拔掉。我装备比较的不错，走了，一血塔回家。
现在知道蓝宝别杀了，妈妈怕。我不，我不。想到了，给我杀！差多少钱？1050。都得死，谁也别想跑，我跟你说，得发条了呀，差点让出事了。我拿好了。回家，死亡之舞。发条不是杀人书吗？你给他一个。差点扇着妈让我害死了，差点，不应该啊！这个派克要干什么？这不上头了吗？他不让了啊！这人头算了，谁能拿谁拿吧，各凭本事吧。小龙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现在女枪见着我就跟见着鬼一样，知道吧？我就是鬼。小龙得要啊，这怎么不要小龙呢？先杀兰博，给我注意，兄弟，致命点眼，可以。小龙加中推，其实可以试试大龙。这小龙怎么不要呢？怎么不论要啊？这玩意儿啊，白给的都不要啊！小龙没人要，没有人要。可是还行哦，给我300块无敌了。
再把它转折点，其实就是我们下来的那一波。我们下来那一波，小龙他们太亏了，你知道吧？刚好对面要打，我下来了，对面打起来了，全死了。